产品宣传，银鹰生产的 SH-100 型切丝机适用于各种瓜、薯类蔬菜切片或丝状，使蔬菜加工行业制作保鲜蔬菜和脱水蔬菜较理想的加工设备。该机采用离心式切菜原理，两组刀同时切菜，将各种瓜、薯类蔬菜切片或丝状，具有切面质量好、制品薄厚及大小均匀、切面组织新鲜、不破坏纤维组织的特点。同时，该机切菜效率高，操作方便，能耗低，卫生、安全、高效，是蔬菜加工行业的理想设备。检查准备：使用前将机器放置在干燥、通风的水平地面上，确保机器工作平稳可靠。使用前对各部位进行检查，检查仅固件是否在运输途中松动。机器运行前应检查料桶内有无异物，手动转子观察有无异常现象和噪音，开关及电源线是否因运输而破损，检查现有电源电压与产品规定电压是否相符。开机前必须检查刀片、丝刀组合及活动板是否紧固，片刀应紧贴料桶，刀刃与料桶端面垂直紧固，丝刀组合装在料桶上，刀尖应高出片刀 0.5 至1毫米紧固。刀具紧固后，分别调整活动板，使活动板与片刀间隙一致，卸掉丝刀组合即可切片。启动开启按钮，检查转子运转方向与标识方向一致，否则将三项电源中的任意两条调换重接即可。机器运行平稳，并无异常声音时方可试机。操作使用保养：将被切物料投入料斗中，物料中不得夹杂盐粒等坚硬异物，以免损坏刀片或发生其他故障。投料时应缓慢，避免物料飞出发生意外。加工根茎类菜时，应先将叶和根毛去掉，才能保证成品率达到标准要求。机器正常使用时，如发现菜切面不光或效率降低，应检查切刀是否锋利，否则及时更换刀片。工作完毕，将机器清洗干净，将刀具擦净，并在表面涂防锈油。所有的维护和保养工作都必须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。